个天美照曝光，照片中的他戴着黑色贝雷帽，穿着机车皮衣外套，配上今年的流行袜靴，俏皮又可爱，美貌有气质，为女神疯狂打 call。 不仅装扮时尚，这样的搭配让葛天大长腿的优势尽显无疑。网友们表示，这波儿搭配堪称直男，在寒冷的冬季原来也可以，只要美丽不要臃肿。现实生活中的他很懂得享受，时不时的约起自己的三两好友出来欢聚，偶尔咖啡，偶尔小酌。看着美照中葛天优雅的喝着咖啡，那种感觉充满了艺术气息，这样的好心态令人羡慕。葛天不仅拥有靓丽的外表，而他出众的演技更是可圈可点，一路走来他积极向上的一面也让其成为了一名非常励志的女艺人，而其身上彰显出的不凡气质更是让其颇具国际范儿。